粉色，我真的是觉得我的肌肤在发光。第一个它是削肩款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，我觉得非常的修饰副乳，副乳肉不会到炸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弹性非常的好，给你看一下，很宽松。我是31C，可是呢，我觉得这一款我们自己实测下来到36D，绝对是可以的。那本身是自带一个 bra 一个杯在里面，所以完全不用穿内衣哦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弹性绳，其实非常的好，所以穿脱上完全不用担心。本身长度是什么？大家最喜欢的正常衣服版型，所以非常的好扎衣服哦。腰内肚肚都不用担心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不只是上面胸围的地方弹性度很好，下围弹性度依然非常非常的炸弹。那如果你想要百搭基础款，白色绝对推荐入手，棉质的非常透气，很弹哦，弹性很好很好。然后它罩杯这边也是很刚好的，对，就是它是有包覆性的哦，它是这样双层的设计，所以呢，其实不会到那种太透，让你直接杯型显现的问题。它的布料其实呢都是有一定的磅数在的，然后弹性度完全不用多说了。